你好天使，我是迪丽热巴。可能你是膝下承欢的女儿，可能你是知心爱人，又可能你是慈爱的母亲，但在疫情期间，你是奋战在一线的逆行勇士，是守护千家万户的天使。在这里我想对你说，静待破晓，盼你健康平安归来，祝你节日快乐。